人能坚持到底，全靠医师温暖守护。哇，这次变肺转，复发了，怎么还是愿意留在我这边？然后他就说，做超音波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哭嘛，你就是用手把我眼泪擦掉了，我都还没有倒，能轮不到你哭啊。他就说，他就认定我这个医生，我死都要死在你手上。你怎么没有资格哭？我死也要死在你手上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